玩 PC 的作息时间33分。啱啱玩呢个所罗门群岛，即系佢话依家佢更新嗰个战情浪潮，又系40个关卡，最尾又送佢9炮，好似Pacific Boy 一样，都系49，都系40到49牌。咁都系玩所罗门群岛啦，咁总共增加咗100,000分。唔好似90,000分，我玩嗰時都玩打咗好耐，之後打完散咗，玩唔記得食。即系我由11:40打到2:00，因為嗰個地圖都幾好玩，但系不過最好玩就係佢始終冇轟炸機，即系轟炸機係咁炸嘅話，真係食屎佢咧，日都係炸阻住曬。即系啱啱即系EB 同埋呢个评核局，佢话召开个记者会，即系佢话即系教育局佢话暂定都系去到3月2號啊复课喺度。另外一样就系呢个教育即系个评核局，即系佢话定咗两个方案，首先就决定。3月27號前考嘅試，例如音樂科、中文科考試將會延期。第二個方案就係、是、3月27號之後嘅香港即文憑試，即 DSE 啊，即中英數通啊，所選修嗰啲咧，都會延期，延到去4個禮拜之後。咁但係，呢、这個只係佢暫定方案啫，咁佢話去到2月底先至會有一個真正嘅決定，唔係同埋一個教育局佢話暫定3月2號復課，呢個都係一個暫時嗰、那個即係仲未決定嘅。咁心諗哇，如果你即係再如果你3月幾再停嘅話，咁冇得補課咯。但我見好多人都話要求無限期停課。喂，咁即系话，其实对于中五学生嚟讲，咩都冇得做噶，咪玩嘅停课啲又想嘅啫。我哋知道呢一届即系过到好多嘢啊，即系武汉肺炎又停课，即系延长假期延长1個月，跟住曾经话咩社会局势，跟住停课停咗1個禮拜。甚至連我中六嘅最後一次旅行都冇埋，變咗停課，即係嗰時真係好傷心。點解旅行變咗做放假咧？食屎啊！即係你諗下點解？即係我哋中六好似乜嘢都被剝。好似乜嘢都被剝奪嘅。喂，如果即係佢話 DSE 延期，我真係唔知點算。
即我都一頭霧水啦。武汉肺炎，即系招医管局员工嘅阵线都继续罢工，因为佢话政府仍然未回应佢哋嘅诉求，都继续罢工嘅。即系佢话都话，绝对唔会停止罢工，除非政府嘅回，即系政府嘅回应。我即系我哋会无限期罢工，咁想谂哇，依家咁嘅时刻，好多病人都等紧。嗰班醫護人員，但係同我講罷工，你都幾啲食屎啊！你真，甚至即係個個都踢爆話，那個醫管局員工陣線嘅主席其實係空姐嚟嘅，以前唔知點解佢唔知點解佢過咗係醫管局嘅員工陣線幫拖嘅，係咪挽回面就係挽回自己嘅 face 啊？總言之，都好多嘢都係算，都好多嘢諗嘅咯。即係呢個網上都有謠言就話，因為內地封關，所以話即係對於香港嗰啲市場嘅物資會越嚟越短缺，咁所以話除咗啲人搶口罩之外，亦都有人搶紙巾，跟住街市嗰啲日常品，例如就係米啊、紙巾啊、廁紙啊，通通都冇曬，俾人搶曬。真諗即係我都係話你唔好迷信呢啲，即係你唔好迷信呢樣嘢。咁基本上證實咗係假嘅，絕對冇呢咁嘅事。但我今日見到藥房成堆人排隊等埋廁紙，甚至我見到紙巾架裏面嗰啲紙巾完全冇曬嘅。即係諗，好似係咩經濟大衰退，跟住嗰啲咩物資短缺，但係基本上內地封關，即係甚至香港就係封關，衝咗好多，咁就搞到乜嘢都冇曬咯。